我不是坏孩子。首先我本质不坏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坏，那我就肯定不会来这儿了。我情不情哦。果皮放在路边那都是很好的肥料，果皮你可也捡了，看着我就感觉浪费。我是那个小学来的，啊，你打车去啊？我是小学生，小学生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黎，我是那个00年的，我是那个15届艺术生。我最喜欢小兔子了，兔子毛茸茸的，很可爱，而且兔子肉也很鲜美。高压锅炖，多放一些糖，然后出锅，兔头啊还要沾点蒜泥，那叫一个香啊。喜欢就是战友，你把它吃了就战友。喜欢就是战友，你要把它吃了对吧？那么多很喜欢你怎么办呢？把你吃了。我以后就偷偷把它给了。